他们阵容速度很高，但我感觉他们阵容前排不够硬。仙宫被烧掉了，还行，两瓶药吃完了已经。还没偷到钱，好像他的仙宫三个都被我打断了。好，魔抗斗篷吗？直接一魔刀，我操！这把只有我一个 AP 的，其实。哇，这漏了。我现在配不了你了呀，刚刚直接打的话我可以来的，你来不了了。下路有点危险，漂亮漂亮。啊！但我感觉他 Q 的好像杀不掉，不盾。
不会刷这玩意吧？ 不一定打得死，是吧？好了，嗯。他出了个影魔刀太弱了，这哥们，嗯。 不行不行，他影魔刀还在手里的，肯定是顾不该上了。 上头了，我想我看泡泡还没大招的，但是他们用了，我想给他杀了。
先吃一层，用我的吗？这个。 啊，我这波想走了，管不了了。 等团战再找机会团战，是吧？不能急的，现在很猛，有点急了呀。 可能第一时间活的先手，我们可以秒这个滑板鞋，能不能？好。整容吧。 能整容了，没闪现呢。救来！救来！ 大药包好像我接一下，给了。<咳> 我一枪应该可以给他杀了，出了个蓝盾的滑板鞋。
升级，让 ADC 清线吧。 他这个，掉了，后面是没闪现的，不可能给他跑的，挡了没刷，拖了270，其实炸弹这个飞机拖的不算多，20分钟270还好。 清一波线走了，笑掉。 抓到吗？我们打不过，我不在。我对面中单也不在。操！ 好像我应该杀巨魔的，巨魔没魔抗，讲道理，550块钱，又助攻，他刚好一个影魔刀的伤害，我挡了，应该预判一下一闪的。 这伤害是真的有点高，怎么？别追了，我感觉。我能下去啊！我下去，他们开龙了。 这波线没人吃，有点尴尬。
算了呀，他炸弹包先别打了，有点难顶。 拉走了，没办法呀。KD是真有点狠，那么痛吗？伤害，两连套吧，这个。 秒表还没放。 看到我吗，兄弟？ 没踢好吗？这马哥？ 这样出更厉害一点，对面出了飞机没摸抗，我这个杀伤书随便点。 还要带的，看能不能给他抓住。
跑得掉吗，兄弟？哈哈，抓我的话，你不派五个人来，好像抓不死我呀，兄弟。人有点少。 换成浪，真不能浪！我一个人换他们两个人的闪，不算亏的。手太短了，我们不好抛高地。然后把他副野打出来。 大意的，好像有点不好赢。哦，变身了，兄弟。 哎呀，姐，你先 Q 好吧，你先 Q。OK OK， 够了，这时间。风大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14秒够了。 OK， 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点播这个免费订阅这家主播，好吧？喜欢云龙海练的，喜欢中单的。